来了来了，开喽！哇，有喜欢吃的吗，家人们？这就是我们的这是海苔味的，这是草莓味的哈，里面有加那个酸奶的，超级爽！你看，哇，有超级喜欢吃的吗，家人们？太美味了，真的！你们喜欢吃的话可以去带。哇，刚才我就吃了这个，然后现在继续吃这个哈，给你们打开。满满的浓浓的，哇，一层一层，嗯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说真的十盒都不够我吃，太好吃了。嗯，这个口感真好。嗯，豆松小贝超级好吃，特别小孩很喜欢吃这个的，真的，简直太爽了。嗯，两个口味都超级好吃。嗯，喜欢吃你们就带着呢。